Noble State 39项目为一栋38层高的公寓楼和两层高的商业楼，共有349个单位，设施齐全。如果你刚好在曼谷，刚好想买房，刚好想找比同地段周围均价便宜的公寓，又刚好刷到我的视频，赶紧安排起来去看这套房，现场告诉你，惊喜多多，不要错过。